长您好，你好，请您帮我看一下67年属羊的。哎呦，这个羊站得很远呢。你想看什么？告诉我吧。他的身体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我爸爸。身体不好，身上长东西了。那该怎么办？对不对啦？对对对。你爸爸过去有钓过鱼啊？对。我告诉你，有沙叶，你要叫他赶紧念小房子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这是个劫。他现在几岁啊？是47。四十七是吧？对。应该是48了吧？对，准备，对对对。我告诉你，实际上他就是49一个大劫，提早到48岁来报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现在看你爸爸腿都不大好走啊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你现在这样吧，给你爸爸要放生10000条鱼。10000。哎，你到中国去放吧，好了。好。中国鱼便宜啊，可以救得多呀。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拿美元换人民币去放生，哎呀，换很救很多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嗯。哇，你爸爸还有一点官位呢。嗯。做过干部。我爸爸。就是你帮他看的，刚刚那个是谁啦？对对对，是我爸爸。是你爸爸啦？对对对。哎，我说有点官位的，还有不大，就是说有点力量的人。嗯。好了，你叫他当心啊。嗯。他现在呢是这样的，他现在呢，我看他要动手术了，医生啊，要给他动手术。好。嗯。他相信不相信啊？不太相信。不太相信。对。那么他现在能不能不许愿不杀生啊？可应该可以，应该。你叫他不要再杀生了，而且不能再吃活的东西了。好。好吗？好好。否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可能会变植物人。哦。好吗？知道。哎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家里也耍不了他了。对。嗯。那需要多少小房子？490张。好。好好念。嗯。没有办法，孝顺就是看你现在了，明白了吗？什么叫孝顺啊？孝顺就这样，不要等到死了再孝顺，买一块金棺材都没用的。活着的时候对父母亲好一点，不要等到死了之后再对父母亲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爸爸这个东西有点扩散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台长厉害不厉害啦？你们好好的修，以后人越住越多了，我以后再到旧金山来，明白吗？否则我不来了，我全世界都叫我去呢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。好。傻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记住了啊。嗯。你要赶快跟你爸爸念的啊。嗯。你爸爸身边已经有人拉他了，不是太好了。嗯。好了。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堂吗？你家佛堂。对。还可以，靠个窗，边上靠了个窗户的。在对面，对。嗯。佛堂比较小。对。佛台很小。对。嗯。哎，你供的水果可以换换了啊！啊，知道。已经有2个礼拜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哪有这样啊？买一个苹果放半天的，水倒是经常还换。明白吗？明白。香也烧还可以。嗯。啊，有护法神来过。嗯。从你家窗户进来的。啊、哦。嗯，还蛮好的。嗯。家的窗户还钉的那个，有一条一条的东西呢。对对 对, 对。嗯。好啦。好嘞，好嘞。下一个。